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两件特别好看的撞色的一个针织衫。这两款颜色呢，我觉得是特别好看的，也可以做内搭，也可以做外穿的。还有他们家的一款裤子，牛仔裤是加绒的。先看一下这款绿色的吧，它可以作为高领，也可以做翻领的，领子是可以两穿的，是个拉链领子，特别方便的。它这款是绿色，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款绿色，它的袖子呢还是有点微弹的，大家看一下。袖型是常规的啊，一身拼接了一个白色的，我觉得就是非常清新的感觉啊。而且它这款面料呢，摸上手呢质感也不错，大家可以离近点看一下它的细节和做工啊。在视频里面应该也能看到，细节手感还是不错的。我们来拉链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做工，里面的做工呢，我觉得也就是这种一般的啊，还行。这是一个绿色的款式啊，版型呢是比较宽松的啊，买的是最小号 S 码的这款绿色。我们再看一下咖色，这件针织衫呢100多块钱买的，我觉得它的质量还不错啊，物有所值，而且颜色也有很多，我就买了这种咖色和绿色两个颜色回来啊，给大家先试穿看一下效果。这是一个咖色的，看一下里面，里面做工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再看一下牛仔裤，这款牛仔裤我觉得非常好看，它是个高腰的两粒扣子，而且我买的是加绒款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绒，帮大家捏一下哦，还是不掉毛的啊，还可以啊。这里面的绒给大家看一下，长短的话呢，它是一个长裤啊，直筒的一个裤子。看模特穿上身的版型呢是特别好看的，所以我准备把这两件衣服呢搭配这条裤子试穿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绿色我已经先穿上身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款针织衫我是贴身穿的啊，没有一点扎人的，它的面料还不错啊，穿上身也挺亲肤的。非常好看的一款撞色，我觉得穿上身太好看了。这款袖子拼色的，我觉得非常美，非常时尚啊，而且有点运动风的感觉，又很休闲。好，塞进去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配这种高腰的裤子也可以塞进去穿啊。这款加绒牛仔裤呢，我觉得版型真的是还不错的。我们看一下整体的，它是一款长裤啊，小个子我就不推荐入了。我买的这款是加绒款，它也有单领的。哎，这是最小号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。非常显腿直，我觉得和图片的效果还是差不多的。非常好看，下面搭配一个小白鞋或者运动鞋、老爹鞋都是没问题的。我们看一下后面，真的很显腿直啊！微胖姐们也是可以入的，腿型不好的姐们也是可以入的。非常好看的一个款式，百搭。好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这样塞进去穿的，非常拉高我们身材的比例啊，非常好看啊！这款针织衫搭配一款包包。如果说单穿一套的话呢，搭配这款包包真的很有氛围感，很复古的感觉啊。小娇今天分享的这款针织衫呢，质量还不错，而且上身效果也挺好的，可以做内搭，也可以做外穿。牛仔裤呢是一个加绒款的，性价比也非常高，非常显腿直啊。牛仔裤呢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大家觉得款式喜欢吗？记得给我留言评论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